We have arrived at the Minxiong, famous Minxiong haunted house. Minxiong to you in Jiayi. So next to the Kuwu, we have a Kuwu Cafe, haunted house cafe. So, how do you go? Here. Okay. Now we are walking to the haunted house. Oh. 是这里吗? This is the main door. This is the house owner, Liu Jia. The owner is with the surname Liu. This place has how many years of history? 蛮久的，日据时期。有100年吗？应该有，应该。清末那时候应该就有这个。我的猫。什么猫？吓我一跳。啊，这边很多蚊子。小心头。Okay, we are approaching the ghost house, the haunted house. But this place has got a long history of more than 100 years. This is the cave. This is the cave. What's the story? It has been closed. 封起来了。对，已经把它补起来了。This is a famous well with lots of story。嗯，然后这边应该就是有人会去烧一些纸钱啊。嗯，那些金纸。应该有人来拜拜啊。对，因为之前就是有当时候那个女仆就跳井自杀。自杀。对，然后就自食其就死了一些，也杀死了一些台湾的人这样子。OK， 所以那个尸体还在里面吗？没有，应该是没有。没有。哇，你看这个树已经把这个房子。对。已经很久的房子。这边应该很多人来，来供奉的。对，烧钱。你看到那边还有一个什么公仔？骷髅头。骷髅头。骷髅头。这边是很多人死过吗？嗯，应该是吧，日据时期。啊，这屋子很大间啊。嗯，还蛮大的，在当时候来说是蛮大间。就是这个以前的这个地主也是很有钱。有钱人，嗯。他们写什么？乐。兄弟和乐，和乐，嗯。哇，这些树根都好。哇，你们侧面看更。
整个房子都被他吃掉了。对。这个房子是受保护的吗？是国家古迹保护？他没有哎、欸，他没有把它规划成一个。嗯嗯。要不要看到后面？哎、欸。这里很多蚊子。已经很久了，嗯，对啊，这边一个凹进去，应该是。以前有什么有井吗？这里？嗯，不知道，看不太出来。这边的树都很大棵吗？对啊。这些树根。这边有三层楼啊，这间房子。嗯，有三层楼。那些墙都有人进来，嗯，有人进来刻字，刻字哦，对。你知道有些人为什么他们刻这些字或者名字吗？嗯，就是说他们那些想咒别人，就是哦，嗯，都可以。哦，屋顶塌下来，所以这地方不安全。对呀，整个屋顶塌下来。嗯。然后这个应该是给他们工人住的地方。Thank you. So, 今天我们已经visited the 台湾最有名的一个鬼屋是吗？民雄鬼屋。民雄鬼屋。嗯。The most famous haunted house in Taiwan, 民雄 haunted house. Right. Thank you for watching.